当我发现网恋对象是前女友，你有病啊？你才有病啊！你说你学什么不好啊？你学别人搞网恋是吧？啊，就你啊，你还什么重庆吴彦祖啊？你打出来！别碰我啊！警告你啊！啊，天天给我发那些照片，我就说你不知道只有身子没有头啊，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渣男啊！哼，你好得到哪里去嘛？啊，天天给我发这些黑丝照。说自己是什么重庆宋雨琦，呸！我那只是……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你看那个车也出好了，酒店也开好了，把钱退给我。我给你钱？那不然呢？给你个大耳光，打死我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许再网恋了，听见没有啊？啊！你好意思说我一个死舔狗，天天给我发现这些小作文啊，哔哩吧啦的，看见都恶心，想到是你，晚上觉都睡不着。不好意思，姐是超男。